那当时吃豆腐是到什么程度？触摸吗？乱摸吗？亲啊之类的，他都有。现场大家都看得出来。啊，是导演自己吗？导演有速度自己，那我就好。然后但是开始的时候就。有感觉来了。短惊恐许杰辉性骚手露面，赖琳恩惊吐被男演员乱摸乱亲。我如果要爆你的料，我不会爆这个，他会爆更糟糕的。艾兰恭维，小心业力引爆。过去主持下课花露米的许杰辉真的下课了，因为性骚风波持续扩大，许杰辉15号宣布退出演艺圈。现在啊，连下课花露米同事都爆出是 Me Too 的受害者。辉哥，你怎么会讲这些啊？中心啦啦队成员短鲸 IG 控诉许杰辉在表演课时私下对他说：“你的胸部好像豆腐，可以摸摸看吗？”16号短鲸出席站台活动，这也是许杰辉爆出性骚风波以来首位公开露脸的被害人。今天还好吗，短鲸？短鲸，辉哥，短鲸也不回应辉哥退出演艺圈的部分，因为那跟我们没有关系，因为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。选择，对，我们只是发生而已，所以我们不回应任何事情。想要对他提告吗？这个我们之后再说，谢谢。大赫在拍摄电影《我的少女时代》曾经上过许杰辉的表演课，但他没有集体练习做爱配音的课程，也没耳闻过许杰辉性骚。辉哥后来也为这件事情有一些相对的处理，我也不太好去替当事人说些什么。从这件事情，大家应该会学会怎么样去尊重别人身体，比较重要。不需要跟女演员亲密眼前的那种，没有。其实我觉得好像干嘛拍胸啊？因为你的剧本那时候没有。而姚以缇今年1月才跟徐杰辉录制《谁来演戏》之圆桌对谈，讨论亲密戏的尺度。那他爆出这个新闻之后，你觉得跟你想象的人设是一样的？因为我们没有很熟，但人设上我没有去认定一个人应该要怎么样。那这个是属于他们的私人的事情，我也不会预料到。因为当事人是要面对要正视，那我们。客观的看，你可以去检视自己的环境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在酝酿。我碰过太多了啦，还有一半就是什么导演可能一个醉意来了，然后突然就牵住你的手，抽都抽不掉。重点是可能老婆在旁边，如果是在戏正在拍的这个当中，就很难害怕，很难去停下来说，哎，你让步我或者怎么样。对，会想说要让一个进步继续下去。那个演员就是蛮会说的，现在还在全吗？在啊，活着，活着。那当当成吃豆腐是到什么程度？触摸、乱摸、亲啊之类的，他都有。因为刚好就是在亲密戏，可是他感觉来了。跟原本讲的不一样。亲密戏是指床戏。不好说，不好说。那你有被导演反应？现场大家都看得出来。是导演自己吗？导演有速度自己，那我就好。然后但是开始的时候就有感觉来了。那你之后有把那个演员拉黑名单，就是绝对的，不要再碰到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熊秀，我上单碧红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亚伦。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李家阿伯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恭喜三立新闻网10周年十全十美，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。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岁生日快乐！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 ，Happy Birthday！Happy Birthday to you！Happy Birthday to you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